白色砖墙，蓝色屋檐，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隐身在台北市永康街的小巷内，马上抓住行人的目光。这是间韩式料理餐厅，部队火锅、石板烤肉、色香味俱全的韩国料理，让不少台湾的饕客为之着迷。其中荣登人气王宝座的就是这一道部队火锅。火锅还蛮好吃，然后里面很多火腿，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火腿跟那个香肠。对，然后它没有一般的泡面味，还蛮好吃的。火锅它汤头不错，它料也很丰富，第一次吃，那我觉得口感非常好。它的豆腐很大块，肉也蛮大的，就很料非常实在。同样榜上有名的还有这个石板猪五花，选择厚达2公分的猪肉片，一层瘦肉，一层肥油，层次分明。再利用厚重的大理石当烤盘，石板上的猪肉片被烤得滋滋作响，底部不断地渗出油水，直到肉片被烤得金黄，再剪成小片状，和莴苣、芝麻叶一块包着肉片吃，脆嫩口感中更添香气。这个肉啊，用它是用大理石烤的，所以吃起来外面很脆，但是里面呢很嫩。那加上用的菜叶包啊，吃起来很爽口。想知道哪里还有美味的韩式料理吗？